宴会就要开始了，咱们过去吧。好。哎呀，好久没见了，请啊，喝喝茶呀。走比较多，走动走动。各位，大家请安静一下。 首先呢，感谢大家的到来。今天晚上这个酒会呢，是为了欢迎我们锦城新上任的师长周雨婷将军。周将军屡立战功，又是冯司令的得力干将，现在能主事我们锦城，实则是我们锦城百姓之福啊！下面，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周师长。 周市长，金医生。 金医生，你不喜欢吃吗？还是我只是没事，我看到这枣花糕，想起一个老朋友，他原来也很爱给我买这样的枣花糕吃。